这是一个平凡不过的小渔村，年轻的父亲独自的抚养着我。我的父亲从小没有念过什么书，所以理所当然的成为村里的渔夫。父亲就如同一般传统的父亲，带着严肃与沉默。印象中，父亲从来不知道如何表达对我的爱，也更不用说他会说出口，带着微笑摸着我的头，恐怕是他的极限了吧。导师犯错的时候，骂或责备就显得容易多了。不过记忆中的父亲很少动手打小孩，除了那一次的例外。那次我哭了，他也哭了。那天晚上父亲进来房间，他帮我擦药的时候，我假装睡着不敢醒来。我知道父亲是爱我的，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都是辛苦的，但是父亲始终是努力的。因为一直以来父亲总是有个希望，我们能够有间房子。父亲一定经历过比别人更多的努力，朝着他的希望前进。那一年的过年，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。那天父亲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如同我说的每一句话一样，出去了再也不会回头了。父亲在58岁的那一年生病了，他出去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前天洗的床单还没干，今天的沙发又湿了。我的事业才刚开始，却经常得赶回家，然后把他带回家。爸好乖哦，下面你在学习了。随着病情的严重，有时他甚至忘了我是谁，时而清醒，时而病发，早已超出我照顾的能力。我希望他有更好的照顾，而我可以继续我的生活。父亲一天的清醒，打了个电话给我。到了疗养院，在病房门口，我听到了看护人员的碎念。不爱你了，我真贵呀！住住下你，哈！你老爸卖瓜子讲的，出去，滚！出去就出去，出去，滚啊！瞬间安静下来的房间里，只听到他失禁的尿意沿着床角滴落。一封信放在父亲的桌上，打开后，是父亲很吃力的字，以及一张泛黄的照片。信上写着：“对不起，生病让你很麻烦，我不想要忘记你，我很努力的想要记得你，你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。”信的背后夹着一张保单，那是他一辈子的努力，以及一辈子对我的爱。是你永远的刻画，没有你，看
吃大，我的倔强亲像山，我是你永远的靠山，留你看不完，把爱留给最爱，我的骨力甲你扯断。合作金库人寿房贷寿险。